插播最新消息，资深音乐人林秋离经传逝世，曾任海蝶音乐董事长的林秋离，过去曾经发掘歌手阿杜跟林俊杰等人，更被林俊杰曾经说过是他的恩师。不久前传出人在加护病房奋战，而昨天他的妻子熊美玲证实病逝消息，享受62岁。根据了解，林秋离长达8-9年时间有肝硬化、肝癌症状，在11月29号才进到手术房接受儿子的捐肝，不料手术2天之后，病情急转直下，最后仍然难敌病魔。